老板，刚刚查到傅维宁最近买了几张不同时期飞往国外的机票。可能是障眼法，以防万一，先派人去机场盯着。好的，老板。有事吗？没事啊。没事就好。默默，你快收拾好了没有啊？马上。那就给你5分钟。要是你还收拾不好的话，你就要再奖励我，我就在这儿等着。夏琳姐，那我先回房间，明天9点半出发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回去早点休息。嗯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嗯，有啊。我怎么没有？嗯，那你先回去，然后一会儿开车注意安全。默默，你说你这么忙，忙的都没有时间嫁给我。你不觉得很对不起我吗？这个，现在唯一可以消除你心中对我愧疚的方法，就只有一件，就是赶紧把我们俩的婚礼给解决了。你说对不对？嗯，那等我拍完这部电影，我们就办婚礼。你说的，那我可记着了啊。好啦，好啦，那你回去吧，我也准备准备，该出宫了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走啦。去吧。默默。嗯。就想再看你一眼。那我上去啦。去，去吧。默默。又怎么啦？那我走啦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走啦。嗯。默默。
到了记得给我打电话哟。我知道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又怎么啦？木木，你到房间了吗？我刚到房间。啊，那你听我说，你今天不要自己一个人待着，让于渊好好陪着你。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傅维宁刚才约我见面，所以在我回来之前，你都不要自己一个人待着，好吗？那你要一个人去见他吗？你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他不敢拿我怎么样。我，谁啊？夏琳姐，我们对一下今天的通告。于渊，你等一下。玉媛已经过来找我了。那你乖乖待着，不要乱跑。嗯。